本笔使用大韩民国最为纯净的地方，江原道高城，水深600米以上，海底洁净，海洋深层水，栽培的嫩叶蔬菜制造。Olins融入大自然之精粹，肌肤美容在现代社会备受瞩目，尤其随着对绿色有机农化妆品关注度逐渐增高。 绿色环保成分化妆品备受消费者青睐。Olins 是利用海洋深层水栽培绿色环保嫩叶蔬菜制造的天然原料化妆品。海洋深层水是指水深600米以上的深海水，是具有低温性、纯净性、水质稳定性等特征的有益海洋资源。 由于太阳光照射不到，基本上没有有机物、病原菌等有害物质，同时还富含植物生长所必需的营养盐类，矿物质平衡性也十分良好。矿物质成分激活的水为植物细胞及根部提供丰富营养，长时间保护组织，有利于栽培功能性嫩叶蔬菜。 同时，海洋深层水的微生物成长抑制效果相比普通用水约高出2倍。栽培嫩叶蔬菜时，完全不需要使用农药。用海洋水栽培的绿色环保嫩叶蔬菜制造的天然原料化妆品 Olins， 嫩叶蔬菜相比成体蔬菜富含各种营养成分，是首屈一指的健康食品。 尤其其功能性物质远远超出其他蔬菜，为3000倍以上。栽培嫩叶蔬菜时，当喷洒海洋深层水施加盐压力，蔬菜为生存会生成大量功能性物质，而这个物质将被作为 Olins 化妆品原料使用。绿色环保原料中提取肌肤所需功能性物质，制作安全、可放心使用的绿色环保化妆品。 Olins 增加肌肤弹性，改善肌肤细胞功能，具有防衰老功效，最适合因皱纹而苦恼的女士使用。不仅如此，还具有美白效果，可令肌肤健康有光泽。粉刺等问题肌肤及敏感肌肤消费者也可使用。皮肤干燥而苦恼的人，可通过 Olins 重获滋润富有弹性的肌肤。 用大自然的能量守护肌肤美丽与年轻的 Olins， 真能源献给您的礼物。